刚去逛小卖部，花了15块买了个这玩意儿。老板说里面可以挖出珍珠，能做成珍珠项链。真的假的？外面一条珍珠项链可是要几百块呢，这要是做成了，我还不赚大了？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，老规矩，先让他泡个冷水澡吧。能抠动应该差不多了。又是这几样使不上力的工具，唯一能将就用的就是它了。先钻一个孔，瞅瞅珍珠的大概位置在哪。